啊，阅读新闻呢？哒，伊伫呢1995啊，咪做案件后生，也台南海南的科学园区哦。那咪骨骨一扫，伊伫做件后生，嘛骨骨一扫，伊到呀，哎，那隔离本来呢，真真那是件咪，啥呀？那啥个问题？我都一扫，嘛骨骨他做，骨到呀，哎，我觉唔得的嘛，啥哟？伊那哎呀，阿咪做案多，做再把案阿不拉件咪后生，也是啦，也海南的啊，值得改件咪后生。啊呀，嘛就很伟大。你家一点呢？一只呀，台南海南那呀，咪遐一个面骨骨头一个面一刀呀，嘛就是个面刀呀，哎那是个面啥？家庭那一点子爱啥？一只爱啥都爱西啦呀，个面好啥？阿得的猫啥？你啥买？哎那咪烤锅个面好啥？一早一早过你家在家庭那一刀也是爱啥？嘛就都那你买啥？哎，我买你哈家啥？你叫阿啥？你个面好？阿就很伟大，买啥？哎，跟那搞哇？买啥？哎，那阿就很伟大。1994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还是国科会，那国科会就准备要新建一个新的科学园区，那后来也确实如愿就行政院核定在南，就是南科，就是新市、善化、安定这三个区这边要设立科学园区。台南这个地方其实历史这么悠久，那是不是应该会有一些旧社遗址啊什么等等，那于是国科会也想到说这一点，那就开始委托中研院的张振华院士，然后开始先进行一个研究调查计划。将近1000公顷的土地范围里面，大概就有58处遗址。那目前我们在南科考古馆里面，我们的文物有登录号的大概超过800多万件，后来陆续整理出来发现，整个保存的文物，整个这些文化层哦，包含6大文化层，从最早的大粪坑文化、牛稠子文化、大湖文化、鸟松文化、西拉雅文化到明清汉人，这6大文化层总共大概将近5000年的时间。受到瞩目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发掘出大概2400多具的人骨遗骸啊，就是这个墓葬人骨。那这个部分其实当然它有涵盖非常多的资讯，那当然也它有很大的意义，就是说它也不是我们一般所谓讲的博物馆里面的文物而已，毕竟它是我们的祖先。那所以怎么来对待这一批墓葬人骨，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很重视的一件事情。这一次的慰灵祭其实是南科先找我们的南科管理局啊，开发这边土地啊，挖出了很多我们祖先的骨骸，就西拉雅的。那西拉文化层大概是300到500年，那500年以后到1200年，大概是我们讲鸟松文化层。那在考古界里面，我们一致认为就是说啊，就是啊，在历史文化的这一个文化层之前的这个文化层，都是各个原住民族的先祖的祖先啊，自然演变变成了现代的各原住民族。所以啊，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大概就是说啊，西雅祖先大概在1200年前开始，一直到了300年前，这边挖出来骨骸都是跟我们很密切关系的。至少我们有历史的那个记载里面，我们是至少在荷兰时期的时候，这片土地就已经归由麻豆社人，或者是就是周遭的那个平埔族群所掌控。我们是他们的后代，那我们这些后代能够再重新回来这片土地去祭祀我们的祖先，这样子。不管这批祖先吼，他是我们的直系祖先，还是说曾经在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面的其他的族群，这样子。其实这次活动呢，它其实是经过那个段老师他们这边来做通知的，然后段老师那时候在大概9月份的时候有跟我提出说，就是说
南科考古馆这边，他们因为曾经他们就存放很多，就是在南科这边开发工业园区的时候，采集到很多那个先人的骨骸，就是早期原住民族群他们的那个先人的骨骸，然后他们放在这边地下室，然后就馆方希望可以透过西拉雅族群的那个祭司一起来去祭祀这些祖灵。九月份的时候，我们也有开过一次会议，就是来各个部落的头人来到我们这边那个南科考古馆这边，然后再跟这边的馆长，然后还有这边的那些考古人员一起去开了一次会议，然后去讨论这一次我们的今天的活动的进行。灌之后，啊，当然咱只个搞出这个几百亿的腐败的几百万的灌内底，做更加好的保存，因为咱只个林园库是很高规格的典藏库。啊，所以因为安尼，所以咱在即届希望讲，比原来这个河源家做一个意向。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动机之下，这两个单位在我们接下来的过程里面，总是筹备这个活。这个祭典的活动达爱的这一个慰灵祭，其实他们都很尊重部落的想法，那也尽量能够配合。四个社，五个部落，不同的信仰系统，把它拉到同一个场域去进行一个仪式，它是一个很神圣在尊敬这片土地，然后在敬拜自己的祖先的一个仪式。然后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把不同的文化有一些差异性，有一些小的差异性的四个社的部落尤其是在信仰的，把它聚集在一起。其实谈交流的话，我觉得其实想法可以有很多。原本是都南科这边就他们有学术的权威性，然后他们有这些物质的那个收藏这样子，然后他们是主体。可是我们今天这个慰灵祭的时候，我们回来的时候由我们来主导整个所有的祭典的仪式，就今天就转换我们部落才是真正的主体这样子，这其实挺好的。讲博物馆就是研究典藏展示教育大概这些功能，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是说，其实博物馆知识的累积它不是静态的，它是动态的。那尤其我们刚刚讲南科考古馆的位置是在科学园区里面，然后它又经过这样一个开发的历程才会有今天的馆，所以其实跟周边的这些不管是旧社或者说这些部落啦社区的互动，其实是形成我们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在这个搬迁的过程里面，那怎么能够有机会让周边的民众参与。那其实事实上这个并不是创造出来的机会，而是他们本来就应该要参与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希望不是只是由博物馆的这些专家学者来做这件事情而已，事实上其实应该有周边，尤其像我们这六大文化城最重要的主人，就是我们在地的西拉雅族群。那其实他们应该，这些部落应该有机会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搬迁的过程。今天这样子的仪式进行过程，我觉得非常的让我觉得很神奇。也就是说，可能祖灵他们各社祖灵自己沟通，会好像有默契一样，哪一个工作在处理上，可能这个社处理上会比较圆满一点，或是会比较传统一点，
部落的祭司来处理这样的问题，来处理这样仪式啊。那我觉得是真的是蛮神奇的一件事情的啊。然后各部落有他的坚持，从今天祭典里面，除了看见，我们对希腊部落的团结，你也可以看见希腊人对自己的主灵信仰里面那种仪式性的坚持。我们的心啊，是对着自己的祖先们是这样敬畏的，而不是把它当成是一个文化展览啊。那当然我们之前也跟各部落在参加这个祭典之前有开过部落会议，部落代表大家一起来开会，那大家也都能够了解，就是说我们很难得有这样机会回来再跟这个300年前、500年前、1000年前的祖先做对话，所以他们都是抱着一个非常神圣的态度来做这件事情，包括迁取啊，包括祭拜，包括祭品，我们都可以看到今天呈现是一个很完整，而且是一个很完美，而且是一个啊让人家觉得很感动的一个仪式的过程。学本身存在在这个社会的价值，它最大的价值其实是 for 当代的人们的需求，就是往昔强调科学性的这种帮大家解决或是帮大家理解过去这个很大一块的这个学科的责任之外，它其实还有另外一块非常大的责任，就是怎么透过过去而去诉说当代人们的权利。考古学研究的主体，比如说考古遗址，就是或是古人所留下来的这些遗产，你研究的对象是这些遗产，可是这些遗产并不属于考古学家，这些遗产其实属于他的后代。那所以围绕在这个遗产的争执上，都跟谁拥有这些遗产，以及谁能够帮这些遗产的后代伸张他们的权利。啊，因为这样子，所以考古学就跟当代结合在一起。现在历经那么长时期的这种文化的冲击跟不同殖民政权的交错，导致原住民社会，比如说他搬离了原来的旧聚落跟原来传统居住的地方，在迁徙跟文化接触的过程，其实他的文化也产生了很多的变化。那在这个不同时期变化的过程里面，透过这些物质遗留，比如说旧聚落聚落里面的文物，这些东西其实承载了不同时期的变化，我们可以跟原住民社群一起合作，去理解他们的祖先在这个历史过程里面怎么去因应外界的冲击，怎么从自身能动性的去诉说自己的历史，以及诉说祖先如何适应这么大的剧烈的这种变动。啊，这个大概是我们在谈考古学家跟当代的关系，以及谈非常特殊的考古学合作的主体原住民族，这样怎么样跟他们合作，然后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属于他们应有的权利，然后在这个当代能够一起去伸张或是去宣扬这样子的理念，这样。我们要办的不是在办文化活动，而是在办，还在做一个文化行动。因为这个透过参与，那其实它形成出来的，它不是它都会影响到我们接下来，比如说在馆里面要策的展，然后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哪些不同的面向啊，那其实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那所以对于这些希腊雅的祖先们、祖灵们，要怎么也透过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记忆，能够有一些一方面就是抚慰这些祖灵，但是更重要的是让参加的这些族亲们来认识到南科考古馆，就南科这个地方，我们其实有认识到他们自己有这么深远的历史，所以才会有这一次要做一个就是看见希拉雅，然后南科达爱在线，就是慰灵祭。好，那透过这个慰灵祭的办理，那让更多的族亲来参与，那他们参与的同时，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也才会有机会看到我们馆里面的这些相关的展示，去介绍他们的之前的历史。
这些考古所挖掘到这些骨骸啊，或者是这些过去的那个遗址这些东西，它其实都具有一定的门槛。那因为它保存，不管是保存，它需要有温度跟湿度的，还有那个亮那个光度的那个保存的那个条件，所以。之前有一些部落，他们有把那个祖先的骨骸从博物馆请回去，但是目前来讲，我们平埔族群的部落可能没有到那种没有那种能力可以去做这个保存。有时候我们把这些东西，就算我们借展，把东西借回去做展览，都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对，所以说就是物质上面的话，我认为就是这些考古所挖掘到这些祖先的遗骸跟这些物品，它应该都还是先保留在博物馆里面。也许以后有机会，台南这边会有一个可能以西拉雅族群或是大武隆族群为主体，就是以平埔族群为主体的一个成长空间的时候，我们再来做这些挖掘出来的物质的那个交流、借展之类的。骨骸东西，依我个人，我觉得我们要回去，我们很难处理。我们要回去很难处理，就要说我们能够让这边祖先的灵能够安定下来，我觉得目前做这个阶段就好了。当我们去动，你到底要哪一个骨骸回去？这里有挖2000多，哎，就陷入到我们在讲的原住人无怒到底是要拿回去部落典藏，还是要放在博物馆典藏？但是现在因为人群的离散跟人群的聚合，它产生了一个各色的混杂在一起。我怎么知道这个色？我要迎哪一个祖先的骨骸回去安葬在这个色里面？在我们西拉雅里面真的很难处理，因为各色都已经离散完，聚合在一起，各色混在一个地方。那这些2000多具的骨骸，你我怎么去分辨是哪一个色的祖灵的？它会有一些实际面、务实面，我觉得很难去处理。但是南科考古馆，他踏出了一步，里面我们要求他的是让我们到博物馆里面去做一些研究，就是说由族裔的人进去里面做研究，把我们祖先所留下来的这些物质，博物馆接下来明年要跟我们合作，就是能够答应让我们进去里面做这些研究，然后复制回来，甚至有的可以来给我们做典藏。那部落里面可以把这个祖先的东西拿回来，我们已经突破了，而且已经有这样子的共识了，明年会进行这样工作。其实都是延续性的，就它不会只是这一次一个祭典祭仪办完了就结束了，好像抚慰完这些祖灵好像就结束了。其实没有，它其实是开启了另外一个，就是接下来要处理考古跟现代生活的一个关系，然后跟它的连结性。因为其实坦白讲，对现代的民众来讲，考古这件事情其实跟现代生活其实有点断裂，大家都觉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跟现代生活确实很不一样。那所以怎么去让民众，不管是透过展示，或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文化行动活动也好，要把它连接起来，把那个断裂连接起来，让大家去感受到说，哦，原来我们的这个现在不是只有2020年，不是只有2000年而已，其实我们是有5000年的历史。对，所以这部分就是我们接下来希望能够在南科考古馆以后，不管是我们的展示也好，或是说我们相关的活动也好，都希望能够连接起、缝合这一个断裂，然后让民众能够比较有更深的感受说，说哦，我们的历史的这个深度其实是真的是超乎我们原来以往的想象。对，所以这就是大概我们这是希望办理这个活动的意义。那当然真的也非常感谢各个部落的支持。